就这样。好的。贝西姐，我想打听一下，我们酒店刚刚入住的阿杰现在在做什么？你知道那么多做什么？别忘了咱们的规矩啊。我是想，如果让阿杰去水下摄影工作室拍照片，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啊？你怎么会突然有这种想法呢？因为水下摄影工作室是我负责的。 如果能够请到阿杰的话，我想，你是不是想趁机合影啊？如果能合影的话，当然是最好了。不过，如果他的照片拍得满意的话，对我们酒店也好啊。拜托了，戴希姐。戴希姐，你觉得我这个想法怎么样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阿杰的经纪人跟他跟得那么紧，连跟他说话的机会都没有。 苏总，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啊！你们俩聊什么呢？苏总好，我们再来阿杰的事情。阿杰的事情，你们忘记我们酒店的规矩吗？来到这里就是我们的客人，不能有超越服务之外的任何举动。安琪向我建议，想介绍阿杰到水下摄影工作室拍照，我觉得这件事是有困难的，因为当初他来我们酒店的时候吩咐过我们。 他来这里是度假，不希望有任何人打扰他。我们刚才一直在议论这件事儿。可以，我觉得挺好的，可以考虑。真的？那太好了。水下摄影很有特色，要不然我先去问一下阿杰的经纪人，如果他的经纪人同意的话，我会通知你。谢谢苏总。你叫安琪。我是。意见很好。 走吧。哎，苏哥，看看，有进步没？哎，这张还行啊。刚夸完你，你看你这张怎么构图的？我看看。 哎呀，我记得毛主席好像说过一句话，世界上最怕的就是认真两个字。方华，你本来就不笨，再加上有我这个名师一指点，估计你很快就能达到一个职业水准了。真的？那每次下海也没有我的份儿，我打赌有什么用？哎，你以后你下水拍啊，这样我还能腾出点时间搞创作。哎呀，我看你这个刻苦的劲儿。 很快就能跟我到一个水平线上了。我跟你的观点不一样，我是赚钱为生，你是以前养艺。哎，不过说真的，根据我们现在的客户量，我们还真得请一些新的摄影师。得请懂摄影技术的，还得会水下摄影技术，完了还得会潜水技术。好，这一培训得两三个月呢。 喂，奶奶，啊，又要给我相亲啊？奶奶，今天天气不错啊。别跟大太，这几天上网啊，我认识一个网友，叫古希腊的爱，我聊了，觉得这女孩特有学问，我帮你约了啊。奶奶，我今天真没空啊。没空也得去。好，我的好奶奶，我去还不行啊？啊？啊？ 我不开那个破面板，我开自己的车行了吧？那我挂了啊。古希腊的爱，来，别动。好。哎，给临行的壮士拍张照片。嘿嘿。哎，风萧萧兮易水寒，苏格我相亲兮不复还呐。哎，哎，芳华。 要不你替我去相亲吧？得了吧，相亲这种事还得你亲力亲为比较好。啊，就在走廊那头。啊，好，谢谢。喂，小韩，我今天晚上想请你和你丈夫吃个饭。无功不受禄啊！哎，别！一来呢，我是想感谢一下你在医院照顾芳华的父亲。
二来，我也有事请你帮我参谋参谋。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帮你参谋啊？你不是无所不能的艺术家吗？是这样，我奶奶又给我安排了一次相亲。上次听你们说了那些话，我觉得这次应该好好对待一下，所以想请你们帮我参谋一下。看在上次你帮我们免费拍照片的份上，时间地点你发个短信到我手机上吧。好，那就这样定了。晚上见。怎么，晚上有人请咱们吃饭啊？啊，是苏格，说想要请我们去做个相亲参谋，你说咱们去不去啊？去，干嘛不去啊？这种场面我都好久没见过了。还记得咱俩相亲的时候吗？我想起来就好笑。好了好了，你赶紧去工作吧。哎，你们就坐这儿，我就坐在旁边那桌，你们在这里慢慢吃慢慢聊，如果有难的话我就给你们发信息。哦，你们就过来拉我走。去吧，就是有急事儿啊。好，那我先过去了。去吧，快去吧。不好意思啊，这里已经有人了。我知道啊，不介意的话我们可以拼个桌子。不是，这边有这么多空位子，再说了这里是高档餐厅，没听说过拼桌的。跟你开玩笑的，苏哥，我是古希腊的爱。啊，你好你好你好，真是没想到。你好，两位请慢用。请问还有其他需要帮助的吗？啊，不用了，谢谢。好的。我是古希腊的爱，我妹妹是古希腊的情。这么说你是替你妹妹来的？你不用找了，我还有个弟弟叫古希腊的海，我妹妹在家陪他打游戏呢。哦，原来是古希腊的爱情海兄妹啊。失敬失敬。太聪明了，不介意的话能谈谈你的爱情观吗？这个话题好像有点大，可能要说上三天三夜也不一定能说清楚。简单的说吧，我感觉就是在平淡中能体会到彼此的依赖，醇厚中能体会到对方的芬芳，就是爱情，应该就是这样的。那你怎么看待古希腊的时候男人和男人、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爱情呢？古希腊时期和现在不太一样啊，我之前看过一些古希腊神话的书，但是那些记忆模糊了。那时候的情爱方面还是非常平等的，在希腊文里面把爱定义得非常准确，他们用三个词代表爱的三种不同情怀。 Philia 代表有爱， Agape 代表不爱，而人类之间的爱情是用 Erotic 来代表的。你知道亚历山大大帝吗？当然知道了，马其顿的战神吗？那你知道他和他手下的将军都是战争伙伴兼情人的关系吗？他是同性恋？也不能这么说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同性恋这个概念。哦，当时的人们把男女之间的性定义为繁殖后代人类的天然职责，而性本身是不分性别的，它完全可以发挥在同性和异性之间，也就是性和生殖完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区分开的。听君一句话胜读十年书。其实我妹妹和我一样懂得很多东西。你喜欢有知识的人吗？那当然，腹有诗书气自华嘛。干脆你把你妹妹，你可以把她叫过来，然后咱们一起谈一谈。我妹妹远在天边近在眼前。就是你。我觉得你真是太聪明了，我相信聪明人之间的爱情是高级的高尚的。对不起啊，我觉得跟您相比，我这出国5年的书是白读了。我这个人在爱情方面比较低级，而且特别庸俗。古希腊的爱我不太能接受。第一，现在是21世纪了。第二，我是中国人不是希腊人。不用着急呀。
人隐藏在内心的欲望是有待发掘的。从我第一眼看到你，我就知道你肯定是同道中人。你不用怀疑，不要忧郁，用你的耐心和爱去接受它吧。我相信你一定能发现人和人之间的乐趣。现在就让我来帮你开发一下吧。算了，买单，买单，买单！服务员，这位先生要买单。哎，别走啊！哎，你好，先生您好，您总共消费是2100元。什么？我刚坐下来喝了杯柠檬水就要2000多块，把你们经理叫过来。不好意思，先生，你们9号桌和11号桌的单是连在一起的。苏格，苏格，你跑什么呀？不跑不行。干嘛？他还要打劫你啊？哎，奇怪，相亲的怎么是个男的？肯定是帮别人过来的。我倒是想，结果，他是给自己来相亲的。啊，他原来是个同性恋啊！啊，不是，在他的理解，完全没有同性恋，在他的人生观里面，只有古希腊的爱。哎，快走，快走，走走走。你好，我是滨海花园酒店的总经理苏畅，很荣幸为您服务。这是？哦，这个是我们特意为您调制的饮料，特别适合在游泳之后喝。这种饮料呢，会让人有一种更清爽、更放松的感觉。请试一试吧。很好喝。谢谢，不客气。我不是说了吗？不要让任何人打扰你。没关系，他是我的朋友。你要是没有什么事的话，你可以先回去了。我要在这儿待一会儿。可是，你先回去，好吗？那你不要太晚了，早点休息。坐。好。本来想休整一段时间，依旧是一点自由都没有。这也不能怪他，他也是在尽自己的职责嘛。身为一个公众人物，就像进了一个软性的牢笼，现在就想找一个人说说话都变得那么困难。不知道阿杰先生还要在我们酒店待多长时间，我想为你制定一个特别的行程。大概1周左右吧，不过我的行程都是由经纪人来安排的。你也可以先看看这个，看一下吧。拍得很专业，可以和全国首屈一指的商业摄影师媲美了。这个是我们酒店长期合作的一家水下摄影工作室。据我了解，阿杰先生，你是特别喜欢游泳和潜水，所以呢，我强烈推荐全国唯一一家专业的水下摄影。听起来很不错。您如果有兴趣的话，我就让他们为您量身设计出几个拍摄方案。好啊。我倒很想体验一下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最近几天就可以去那儿拍摄。当然可以啊，我尽快跟他们联系。放心吧，一定会让你满意的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很高兴和你聊这么长时间，能为您服务也是我的荣幸。我会尽快跟您联系。这样吧，您有兴趣就跟我去我们的餐厅，我给您推荐几道特色菜，是新推出的，我们可以边吃边聊。好，请。给，那么快就弄好了？对啊，收到你的邮件之后，我就马上看了看。你看，我觉得呢，之前你和嫂子那个策划案，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太理想。要是按照你们的那个策划案的话，要想达到那个入住率，有点困难。
所以我做了一些修改，你们看一看啊。来，你们看，就是这儿，这儿如果改一下，如果提高30%，我想对客人的吸引力会比较大。还有这里，嗯，你看啊，现在我们酒店的这些设施，我觉得有一些应该更换一下，这样才能配得上我们5星级酒店的标准。嗯，我觉得你提的这些建议都很有道理，都是我们之前遗漏的地方。现在呢，通过你的想法捋顺之后，我觉得清晰多了。老公啊，多亏你有一个这么厉害的弟弟啊。那是，咱们都是一家人嘛，就不跟你客气了。那么客气干嘛？要是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，可以尽管来找我。妈，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？啊，我跟几个老朋友去喝茶聊天了，把时间给忘了。哦，啊，孩子们呢？楼上呢？哦。喂，老大，是我。到家了吧？我上了房里才能跟你打电话呢。我说吧，我看着你进门呢，都半天才打电话来。我走几步就到公交车站了。那好，不跟你聊了啊，等你回家了以后，我们上网再聊。那就这样了啊。哎，那好，再见再见啊。腾哥，苏哥，我要送你一份大礼啊。什么大礼啊？你说。阿杰同意去你们工作室拍照了。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。阿杰同意到我们工作室拍照了。对啊。哎呦，腾哥你太厉害了。哎，他有什么要求吗？人家要先看我们的方案。好好，行，我马上设计几套方案。尽快啊。行，好好好，你放心。挂了啊。苏哥最近到底在干什么呢？已经好几天没跟我们吃早餐了，一大早就出去了。我听他说，他最近在拍一套早市题材的片子，所以很早就出去了。燕燕啊，你不舒服啊？你脸色怎么那么差？是吗？那可能是最近酒店事儿太多了，我没休息好吧？你脸是挺白的，打一点腮红。老婆，你最近熬夜熬的太多了，多休息一下吧。哎，你怎么了？嗯，哎，苏阿，你去看看。哟，哎，老婆，他吐了。啊？不会吧？哟，你看，你看，不至于，不可能。燕妮啊，啊，你最近是不是老想吐啊？嗯，我觉得我最近没有按点吃饭，胃不太舒服。我看呐，是怀上了。妈，你又来了，俩人在一起那么长时间都没怀上，这说怀上就怀上啊？这是不可能的，啊！哎，燕妮啊，今天请天假，奶奶陪你到医院去检查检查啊。没什么事儿，奶奶，我今天还约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客户呢，推不了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逞强呢？行了，奶奶说的对啊，你要不舒服，今天就休息一天。那客户，让他去吧。对啊，啊。没事没事，你们都别担心了，我心里有数啊。吃饭吃饭。奶奶，吃饭吧。不行，潜水太危险了。MTV 怎么办？我是有 PADI 专业潜水执照的，怎么会出什么意外呢？而且，我很想尝试一下水下摄影。我看过他们的照片，很专业啊。这需要向公司汇报，我做不了主。我对我自己负责任就可以了。
明白吗？哦，是你啊！您好，有什么事吗？啊，我找阿杰先生，他在吗？我说了，请不要打扰他。他是我请的客人，让他进来吧。对了，我要和苏先生谈点事情，你先回去吧。好吧，请吧。阿杰先生，今天心情不错啊，请坐。啊，阿杰先生，这是我们的方案，你看看。这么快就准备好了，我真是很佩服你们的工作效率。您看哪个方案比较合适？都很不错啊，我每一项都很喜欢，都不知道该选哪个好了。这个创意很好啊，就像是拍一部浪漫的电影。阿杰先生真是很有眼光啊，我个人看了也很喜欢这个。那好，就是他了。好。对了，配合拍摄这组片子的女孩呢？你们来安排。这个我们来负责，我会从一个模特公司找一个专业的模特。OK。那就这么定了。对了，我希望我所有的日期和行程呢，不要对任何人透露，要保密，我不希望有媒体来捣乱。您放心吧，我们酒店会负责一切的。那太好了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那行，就不打扰您休息了。啊，你迟到了，你迟到了，迟到了，迟到了。搞定了。对啊，太棒了。哎，你最后选的就是这个项目啊？明天下午就拍摄。这么快？没错，玩的就是效率。对了，明天把我们所有的预约全部都取消，如果实在推不掉的就放弃。干嘛呀？哇，怎么会有这么复杂的方案啊？哪个大明星啊？阿杰，是阿杰。喂喂喂，你发什么神经啊？干活去。哦，我忘了，我先去了啊。哎，咱们得赶紧联系模特经纪公司啊。哎，没错啊，咱们不能光看模特经纪公司网站上面的照片，太不靠谱了。对，咱们选的模特一定要专业，最好是学过一点舞蹈，这样在水里摆出来的姿势才叫美，对吧？我。我以前就是专业模特，而且我还学过舞蹈。你就算了吧。哎，你在废墟拍的那些垃圾照片我又不是没看过。你什么呀？你会潜水吗？啊，我得找一个符合我们的主题。主题就是你在生活中追寻着什么。追寻什么？你看你都回答不上来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干活去吧。哎，留言去干活吧，下回我们让你去，好吧。真是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重。哎，那赶紧去联系模特公司吧。行，你赶紧的，我去准备一下啊。好，走了。哎，什么那么急，还亲自跑一趟？我把模特资料给你发过去不就行了？我刚接了一个特别大的活，不能有半点疏忽。但是有些模特档期排不开，能约上的我都叫到外面了，要不你去看一下。没关系，我先拍一些照片，拿回去跟我朋友商量一下，要是决定的话下午通知你。好，怎么都行。
苏哥，你随便拍啊。行，你找的人我当然放心。哈，这些人都是不错的。哎，一位老板好，老板好。大家随意啊，我就是随便拍几张照片。那好，多鲁你先来。好。你来了，喝点什么？咖啡。服务生，你好，一杯摩卡。好的。用脱脂奶，不加奶油。好的。嗯，你稍等。你都记着呢？那当然了，我在操作你的账户，你看看。哇，这么快已经涨了那么多？这是保守的操作方法，如果再加些小技巧的话，收益会更大，以后我慢慢教你。我越来越敬佩你了，我这几天在花店忙，没有时间看我的账户，你真有心帮我看着。这是送给你的。什么？这个上网本呢？以后你就可以在花店里随时操作你的账户了。不行啊，我不能收你那么贵重的礼物的。那怎么行啊？我可是特意为你挑选的，我一个大男人可不能拿这么一个东西啊，还是粉红色的，多不搭调啊。这是特意为你挑选的，希望你能喜欢。你不用买那么贵的东西吗？我不是在买东西，我是在投资，投资给我一生的幸福。谢谢啊，谢谢你，那我就收下了。哎，这是我们这儿最大的模特经纪公司，怎么就没一个像样？哎，是你要求太高了吧？不过说真的，能跟阿杰配一对的也没几个。其实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啊，哎，你看看。是啊，我觉得这女孩挺清纯。这女孩我认识啊，模特圈这么小，认识也不稀奇啊。不是啊，我是在上夜店的时候经常碰到她去玩。不会吧，这张照片挺清纯的。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，现在有很多女孩总是喜欢打着淑女的招牌。就这么定了，刘洋啊，明天你早点过来，然后把我们的策划案及时发给他，让他去做做功课，去吧。好。亲爱的姑姑，哎，哇，好漂亮的笔记本，你什么时候买的？人家送的。别人送的？老师交代谁送的？老师交代谁送的？你在干嘛啊？哦，你还学着别人炒股啊？平时你不是总教育我投资是有风险的吗？哎 ，strategic management 第一课，学会越高风险回报越高。现在行情那么好，当然要小赚一笔喽。姑姑，我很好奇，你怎么突然间脱胎换骨了？确实。我也觉得自己脱胎换骨了，还是觉得我以前的生活太狭隘了，的确我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学。一定是你现在那个做投资的男人给你洗脑了，对不对？哎，人家有名字的，他叫无名。无名，不会是个无名小卒吧？哎，不过话说回来，你以前从没做过投资，你不怕赔钱吗？你放心好了，他是在投资银行做驻华代表的，
所以啊，他在投资理财方面呢，已经是专家到一定境界了。这两天啊，已经替我赚钱了。哇，他真是个大行家，他还上过欧洲的时尚的那个投资杂志的一个专访啊。而且啊，他有很多内部消息的，所以啊，稳赚不赔的。啊，真的吗？我这儿倒是还有一点积蓄，要不你帮我炒炒？哎，就靠现在的这一点工资，生活的一点都不滋润，对吧？啊，要不这样，我先观察一下啊，再多等两天不能跌，确定没有风险，你立刻跟进，好吧？好，谢谢。老婆，快点儿！啊，我的手机跟戒指落在里面了。好，马上啊。老婆，老婆，快一点儿！啊，来了，来了。你怎么那么慢 啊？那个，可能我一会儿不跟你一块去公司了，我有点事儿，好不好？你没事吧你？我没事儿啊。你快点啊！啊。老公，你要当爸爸了？啊，真的？哎呀，太好了！哎，我要当爸爸了。我要当爸爸了，我要当爸爸了。那我们先去买婴儿车，买婴儿服，然后再买奶瓶，买奶嘴。哎，不行，我先打个电话给我爸。苏太太，王医生请您进去呢。真是的，把那药就放到哪儿去了？哎，怀疑我的孙媳妇有了，有，真的，我太高兴了。哦，没关系，你要吃什么告诉我，我请客。啊，哦，好好。化验结果出来了，是阳性。燕妮，恭喜你啊，等了这么多年终于怀上了。大夫，你不是说我很难怀上吗？是啊，怀孕的几率很小，但并不代表不能怀孕。你看，现在你们家又多了一口人，你婆婆一定会非常高兴的。这准吗？你也不是不知道，我们院的妇科在全市之内是相当有权威的，所以呢，请你相信我，这次一定错不了。你呢，回家好好准备准备。怀孕的前三个月对胎儿的成型是至关重要的，要多注意休息，多吃点好的，营养一定要跟得上，这样对孩子的发育有好处。别怕影响身材，还有就是，要尽量的远离辐射，电视机、微波炉，还有电脑。电脑也不能用啊？对，其实电脑的辐射要比电视强很多，所以为了孩子着想，最好还是不要用了。另外就是注意出门、行走。是这样的，怀孕的头三个月呢，是非常容易流产的，所以，出行。上下楼啊，还有就是进出浴室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注意避免摔倒。其实这些准妈妈的要求啊，在书上都有。让你老公买一本书回去，让他替你多准备着点儿。其实我还没有做好要这个孩子的准备。
闫妮，你和你老公受孕的几率非常低，所以将来如果想再次怀孕将是非常困难，所以不管你是否做好准备，我给你的忠告就是保住这个孩子。老婆，你怎么那么晚才来啊？我跟你说点事儿吧。说。我怀孕了。你确定？嗯。太好了，老婆，真是太好了。我们终于可以有自己的孩子了，哦，对，我现在就告诉奶奶。哎，哎，啊，你知道我怀孕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我们苏家有后了，意味着奶奶可以抱重孙子了。是，没错。可是这就意味我就要离开酒店回家休息，但是在现在这个非常时期，我如果走了的话，谁来接替我的位置？我必须得帮你。所以，我觉得这个孩子来的不是时候。我想，不行，绝对不行。孩子，我们以后可以再要，但是我现在真的不能离开酒店啊。老婆，我们做了多少次检查，我们自然受孕的机会特别的低，你不是不知道。这样吧，晚上回去把这件事告诉妈，让她来决定，好吗？喂，哎，好好好，我们已经在这边了，准备好了。好，再见。化妆师已经到了，阿杰打电话来说半个小时就到。哎，刘洋呢？他去复查设备了。今天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出纰漏。话说的没错，现在就差那个模特了，你赶紧催一下，这都几点了。我再给他打一电话。喂，你到哪儿了？不是你都迟到一个小时了，你还到了？到了。来了，你干嘛呢？你大热天的戴个口罩，不怕捂出痱子？行，赶紧准备吧。你怎么回事？昨天我接到电话，听说是和阿杰合作，太兴奋了，所以晚上出去和朋友在酒吧欢庆的时候多喝了几杯，结果就……你在搞什么呀？你是一个职业模特，你难道不懂规矩吗？拍摄前一天要好好休息，你居然跑去跟人家喝酒狂欢，你不会这么业余吧？喂，什么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赶紧给我换人。怎么了？你的模特昨天晚上出去喝酒狂欢，现在过敏拍不了，赶紧把昨天那个后背的给我叫来。什么？走秀去了？那还有没有能够在二十分钟之内赶过来的？一个都没有。要不我拿粉底遮一下，应该还是可以应付一下吧。开什么玩笑？我们拍的是水下摄影，怎么遮啊？行了，你走吧。喂，好，知道了，好，就这样。服装刚刚打电话来说已经到了。光服装有什么用？我不能让阿杰和一套衣服拍吧？你别着急啊，我先去看看，别急。刘洋，哎，这是赞助商的衣服，你检查一下。你看行不行？行，能穿，走。哎，去哪儿？你不给苏哥检查一下呀？不用了，没时间了，快走。哎，去哪儿啊？我门还没关呢。苏哥，哎，谭哥，
这位是阿杰先生，你好。你好，这是他的经纪人。你好，这位就是摄影师苏格。坐。来。涛哥，你先陪他们坐一会儿。好，你快点准备好。好。不好意思啊，你们先坐一会儿。来来来，来来，玲坐，快坐下。哎，来吧来吧。哎，他是谁啊？模特啊。啊？什么模特啊？跟阿杰拍照的模特啊。开玩笑。哎，我不是开玩笑，我认真的，真的就是你。你不是很希望跟阿杰拍照片吗？那是我跟你开玩笑的，你还当真了？哎，坐下。我可不是开玩笑的，昨天那个模特啊，那脸上过敏了，那脸上包发的就是那个苍蝇落到脸上都会把脚崴了。我跟你说，现在找其他模特也来不及了。六阳，拜托拜托，叫呼救急啊！只有你了。如果我是女的，就我上了。哎呦，我拜托拜托你行不行啊？我真的不行。你看我的腿现在都已经开始哆嗦了。我这一下水，我肯定会抽筋的。会抽筋，我就开始紧张。我一紧张，我就溺水。我一溺水，我就喜欢乱抓人。我一乱抓人，我肯定就要抓阿杰。我抓阿杰，我肯定就要去抓苏哥。两个人都抓完了以后，那我不就全葬身海底了？许多年后在路上，谁因为灯芯已飘远？是。